这个多少钱？那个龙虾？龙虾？嗯。龙虾，要大的还是小的？这种大的多少钱一斤？大的120一斤，小的80块一斤。这个小的是吧？啊，这个是小的是吧？这个小的，这个80块一斤。啊，我再看。很好的。啊，我知道。啊。带壳的，那壳的这种1块钱一个那种5毛，这种1块钱一个是吧？这种是这是摘出来的肉是吧？5毛。我要回家烤。这兰花蟹多少钱？45是吧？这种呢？那有大的70。大的兰花蟹多少钱？大的65。兰花蟹多少钱？这里要25块钱。啊，兰花蟹25啊？一起25。活的吗？活的。还有四个这么大的25块。一斤是吧？25？还是全部25？全部。那我要了呗。你们要吃哪呀？啊，等一下。你不想让马东买吧？我看一下。哎呦喂！活的放心，不会死的。哎呦喂！有高吗？这个？嗯。没高哦。这没高的是吧？这个没高。你说十个，这么大一个才25块钱，哪里有高？就吃肉是吧？对。放心的煲汤。行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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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还没给钱吗？要不要？大姐，这有点方便。大姐呢？好吧，一起吧，停一下。现在还有那个墨鱼丸吗？墨鱼丸要在到大市场那边。啊，你们不是自己做的吗？之前有。没有，在这边，就到大市场。在那边卖啊。什么东西都没在这里卖。太热了，这里。现在那个墨鱼丸还有吗？墨鱼丸，没有新鲜墨鱼，启动的没做，启动的不好吃。那什么时候有啊？那个之前那个？等到过年的时候。要等到过年才有啊？有墨鱼，有活墨鱼的时候就会有。有那个活的墨鱼的时候。哦。多少钱这个兰花蟹？啊。这种。那68个。这么贵。那边那个为什么卖那么便宜？20多，是因为很没肉的，没肉的是吧？就是大，但是里面没有肉。这个是养的还是活的？死掉的？多少钱是吧？10块钱。剩子多少钱？克？30块钱。30块。做熟客那个墨鱼丸都是就会结的时候做。超好吃，呵呵，我整天来买啊。袋子多少钱？新鲜吗？那个材料。是啊。那9块。我晚点过来买螃蟹，便宜点给我吧，这个蟹。我们才实价也买买过，你知道这个小点就便宜。有高吗？没高。
啊？那有没有高升？操，这石斑好大。对吧？这种啊？多少钱这种？70。等一下，我等一下来吧，我先拍完东西过来吧。这个原贝多少钱？原贝7块一个。七块的，那个兰花线啊。花线就要走。看一下海胆多少钱？海胆7块钱。七块一个是吧？一个活蛋的9块。我等下来买，拍完东西过来。1块钱就要贵了。这还挺大的，对吧？兰花蟹呢？那个少一点。兰花蟹3块。哎呦，真是死的。其实也不小，还好。这个兰花蟹多少钱？兰花蟹啊，那个比较大个。啊、嗯。算你50块了。50块，肉有肉吗？是吗？这个都肥的，就比较亮了。这样拿就拿住。啊。因为有些重点也在那里。啊，行，我来看。今天还没有阴天呀？放开。你叫太阳。几啊吗？你的表弟的，这多少钱？这啊，这种这种20。等一下，等等。等一下，等等。领导收啊！啊，领导收。你焗起来好食。呢啲嘛？廿蚊。呢啲？呢啲啊，呢35。30啦。啊，冇人买斤啊，上冇啊？买斤是啊。啊，冇人买斤。可以。嗯。石斑鱼多少钱？能给我们的国家带来什么？这个海鳗多少钱？自古以来什么都有，对，唯独没有强国的科技，没有西方的产业，所以我们的国家积贫积弱，让这个呢，那小点的啊，是你可以去吃吧，蝉头无数。我晚点，我拍完我来买，拍完我来买。这些都是40块是吧？可以便宜点啊。这他妈多少条？啊？这他妈多少条？就两条。那不是五十斤啊？